又来了 ，My friend， how are you？ 今天我解释什么了？我相信你们都有那种烦恼了，看你看不看得重，我看得很重。为什么？我小时候啊、就读小学的，就住那种乡村地方的，他啊，与、那条路里面呢，很多泥呀、水呀、一下雨的时候就啊惨了，那个鞋子没洗好干净的了，明天要踩到那泥啊水啊，哎呀，整个鞋子就鞋上读书也是整个湿了，整天不舒服。但是呢，我真的可能我最文艺的摆地摊，有那种逼我自己有 design 那种东西出来，卖给人家了。还有我做视频。我觉得我有这个新的发明也跟你们分享了哈。为什么？你看那个鞋子，那个鞋子是补着的、啊、你看那个鞋子很流行的，也是跟那个白鞋子也是一样，读书的鞋子一样的。为什么我有那种改良？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们的鞋子要穿出去啊，某个地方啊，参加每一个好的展览也好，出去外面 party 也好哈，咁啊看到那个鞋子，哇，怎么黑怎么肮脏，穿一次就掉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有一个好方法，嗯，什么好方法呢？它可以令到你，弄肮脏了，回到家里，弄一点点水 water 水，咁啊擦一下就很干净，抹一下，因为为什么？它是用一种鞋子的油，哎呦。啊，鞋子个油做出来的，就是这样简单。因为那首先我们要怎么做起先哈，我不用强记了。那个鞋子有的一种，你可以有两次、三次，有两次、三次，令到它的白色完全盖过了，很白很白。所以你弄肮脏了啦，不要紧，用个牙刷。沾点水 ，water， 抹一下，它就干净。还有补上一点，把鞋子的油上去就很漂亮了。所以不需要我们穿一次就觉得很不想穿了，或者丢了也是很浪费了，穿一次就肮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小时候也是为那个烦恼。为什么我要你们加一种胶水上去呢？第一次买回来的时候，第一次也上胶水给他了。就是因为呢，它一种布质的，很容易湿水的，弄湿了啦，你擦白色的也是，不耐用啊，觉得，不好，所以我就想到个方法。那、你首先呢，不用看这个线，一个我们最好的，那个最好来用了，咁然后怎么样？就呢度，还有呢度，折，一半，呢度就折一半。咁啊，已经之前我弄好了 ，OK， 要搅到它均匀啦。因为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，所以我尽量快一点给你们看哈。咁啊，然后啦，咁啊，我们呢拿点牙刷，因为我那个鞋子，没有放胶水的，我现在放给你看了啊。怎么咁样擦？其实你看到它白色，完全都没有，因为它干了咗之后。就没有白色的，为什么我叫你两样一本本冲下去呢？因为白色的胶浆点一点水，它就会弄到它好像水水的，也是弄出来好肮脏，所以它的粘性比较大，但是那种比较湿，好像那种保护力也不够，所以我就想到将这两个两冲就刚刚好了，一本一本，咁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将这个呢擦下去啊。我现在真的不想浪费你时间啦，整个 ，OK， 咁啊，擦下去之后呢，啊，还有呢个很注意，真的，因为每个鞋子不一样的粉色，粉色就是啊，他用那种啊，好像麻包布咁样弄成这个啊外面的，还有走出一点一点细走出来，所以我呢很简单，这样啊就是很简单了。我不妨弄份时间，如果你们自己有时间，就在家里慢慢弄下。咁弄好了咗之后呢，啊，要怎么样哈？咁啊，等它干了之后呢，
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，有时间我一定啊会做健康。咁啊，你看干了啦，啊放一边啦，它干了啦 ，OK。干了咗之后咧，咁你啊直接将个鞋子，呢种系养猪，呢种拉布，擦擦，整个擦下去，擦下去咗之后咧。那就已经干了了，因为之前呢烤了胶水跟这个啊，它已经因为胶水干擦这个，那么油下去，然后呢我们加个风筒。为什么有个风筒呢？风筒令到它啊那些塑胶啊还有羊肉啊完全很给个块布吸进里面，那么然后我们就吹它吹然后呢就等它干了，就等它干了的时候呢啊，这个就是最重要了。为什么？这种就是一种鞋子的油来的，就是因为这种会沉淀的，我觉得它真的很麻烦。所以你们喜欢怎么擦也没有所谓，最重要是你方便你们自己，我觉得倒出来比较好，因为它不够均匀，所以变成擦起来呢好像不太很好这样的，咁样弄起来，咁啊，然后咧，啊，然后啊，要搅匀啦，嗬。咁啊，然后咧，我们咧啊，最找个干净嘅牙刷，呢个也可以，呢个也可以啦。我用这个啦 ，OK。啊，一捆啦 ，OK。哇，咁啊，擦下去咗之后咧，啊，咁整个擦好啦 ，OK。为什么我呢已经弄好啦？事实上系呢个弄第一针嘅。咁我不妨去弄第二针，因为弄第二次啦，令到它的白色比较均匀，比较看起来很漂亮，不会不够均匀，好像完全有点点看得有破绽，所以我们油了咗之后，等干了咗之后，第二次、第三次也可以看你的喜欢。还有，等它干了咗之后咧，哇，那个鞋子真的很漂亮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穿很多次也可以，就是因为你能够防水，还有防一种白色的。当我们不小心啊弄肮脏了，哎呀惨了，那我们可以用一种水那么洗掉一下，它的肮脏就可以脱出来了，所以变成真的很好用。你自己试过的，知道嗰种效果，没有接受错了。OK， 我就是了解你了。希望你们用得着，好的，给我订阅。拜拜。